这个是 IP65 的108直径的筒灯，然后现在的瓦数是9瓦的那个变色温的锂基板，然后这个是遥控器，这个是 2.4G 无极调光调色温的电源，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接上电。遥控打开，输入电，瓦数是9.5瓦，然后现在是短光的状态，现在我没有遥控控制，关、开、变色温、暖、6000K、3000K、4000K、调光、调暗。这个是夜灯的状态，调亮，最亮的状态调暗，可以调五档左右，然后还有上面的按键可以直接变换成暖光、冷光、暖光、中性光、白光，关掉。